Hello，Hello，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路飞学成的教学总监兼 CEO Alex，我的网名叫知名过气网红讲师金角大王 Alex，特别长啊，尼古拉斯赵四，然后欢迎大家呢加入路飞学成，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我相信在路飞的小伙伴的帮助下，你的 IT 技能将会得到快速的提升。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学编程或学运维，它也是一样。啊，你必须要先掌握正确的一个学习姿势，才能达到后面学习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会花十几分钟的时间介绍正确的学习模式是什么样的。那大家认真跟我去一块儿了解一下，好吧？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来这之前有没有自学过一段时间？好，有些同学回答啊，我已经自学过3月了，半年了，或者1年，甚至2年了。那但是毫无意外的，大家都失败了。那你没失败，你也不会来这儿，是不是？那为何你自学没有成功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肯定想过啊。有些人说，哎，是因为我没有毅力，我没有学习环境啊，没有学习氛围，我自制力差，没有人指导，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都列在这里了啊，还没有实战什么的。诚然，这些都是你没有学好的原因，或者至少是部分原因。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没有 get 到最关键的本质是什么？最关键的本质，我觉得还不是这些。一会儿我揭晓。我们呢做了大量的一个调查啊，就是你平均每天学1到2个小时，坚持1年，你要达到企业级开发的要企业级开发或企业级运维的这种要求的专业水平啊，专业水平啊，那就是。我从12年开始，对吧？讲课到现在接触的学生有上万人了。我们做的调查里面，假如有100个人这么干，坚持1年啊，最终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企业级开发的要求呢？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只有5%啊，只有5%。这是我们经过了对很多学生的一个调研得出来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是你能坚持一年了，这就不存在这个自制力就是毅力的问题了，是不是？那很多人觉得说自己毅力不够，但是你即便在有这种毅力的情况下，你这么学一年，也只有5个人能学出来啊。所以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说啊，我这个自学就学成功了，那个自学学成功了，那些叫沉没，那些叫幸存者偏差。啊，没学好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不会跑到网上去说我没学好，对吧？你自己到网上发个帖子说我没学好嘛？只有真正学好的人，自学学好的人，很少数那些人他会去炫耀说啊我学好了我牛逼，对不对？啊，然后以此来证明我比别人强，但是他的声音就被放大，以为很多人都能可以学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为什么这么坚持还是没有学好呢？啊，还是没有学好呢？对吧？关键原因我们总结出来是你的学习方法不对。注意了，学习方法不对，也就是你的学习姿势是不对的，你的方法不对，事倍功半。那为什么说你是方法不对呢？举个例子，你看你，咱们都学过英语，从初中有的从小学都开始学，是吧？啊，九几九九九零后的，对吧？从小学就开始学，你初中学、高中学、大学学，加起来近10年的一个时间。对吧？啊，但是你的英语怎么样？你还是一个哑巴英语，是不是啊？所以你为何那么多年没有学好英语呢？啊，没有学好英语呢？你看，你不缺老师，看啥？不缺老师，不缺氛围，不缺系统，对吧？啊，有老师，对吧？给你讲课，有学生跟你一块儿学，对吧？有系统性的教材，你学了10年，但是为什么你还是没有学好呢？啊，没学好呢？比如说，这个是，假如说啊。咱们这是4条柱子，咱们知道英语啊，听说 oral 对不对啊？读写啊，这么4条柱子啊。然后我们如果大学考过了4级的话，考过了四级的话，咱们说100分是，就是说怎么讲，是一个可以流利，就是各个维度都可以达到流利的水平的话啊，流利水平的话，那我们的哎，sorry，那我们的这个过了4级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呢？你的听可能能达到一个50分啊，能听懂一些这个不复杂的对话啊。你的说就特别惨，啊，十分相当于什么水平？基本上就用你的那个山东英语对吧？啊，My name is 校长，I from 山东，为山东 have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是吧？就是这种英文水平
哎，对吧？你出国问人家说：“哎，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是不是？就这种水平，你可能问个路都问不明白啊！这个是真的啊！我们的这个其他老师，对吧？我们当时一块去泰国啊，这个真的是问路都问不明白。人家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啊，像佩奇老师，对吧？还有这个苑浩老师，苑浩，我们路飞之前招过一个老外啊，这个还有苑浩老师还是研究生毕业啊，但是依然跟这个老外沟通很费劲啊。那看是能看懂的，但是沟通不了啊，就是这个水平。然后你的读呢会好一些，因为大家全程都在，对吧？读的会比较多，所以70分啊，就是你能读懂一些常用的英语文档或什么的。写的话也很差，就是20分，就是20分。这个就是你的英语水平啊，然后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不均匀。只有一个读可能，如果按60分是及格，勉强及格的话，只有一个读是及格，其他都不及格。这就是我们学了10年的一个英语水平啊，学了10年的一个英语水平，对吧？啊，那为什么你没学好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学习的方法出了问题啊！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你这叫应试学习法啊！应试学习法以考试成绩为导向，对吧？你把它当做知识来学，就是哎呀，我就死记硬背，对吧？我就老师老对吧？这个照着抄单词，对不对？这个抄作文，然后呢，就是反正全程都是死记硬背，对吧？那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它适用于学什么？学知识。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学什么思想政治，学政治，对吧？学历史，学这种东西，它好多是，对吧？你背的话呢，对吧？你就能形成一个短暂的记忆啊。这个考试的时候，你能考一个高分，是不是啊？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就忘记了啊。并且你说白了啊，由于是你背下来的，你即便是就是怎么讲，想把它输出出去的话，也没有办法灵活运用啊。灵活运用，你只能是原文输出啊。所以啊，就导致你这个结果。但是英语是一门技能，它是一门技能，就跟你骑自行车一样，它是一门技能。编程也是，它是一门技能，对吧？像开车一样啊，它不是知识，你印在脑子里是没有办法学会开车的，对吧？啊，你老师光让你说看着书本上去，哎，开车怎么样，你是学不会的啊。它是没有办法靠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这种技能。对吧？那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其实你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罢了。你英语学不好，但是还有一种语言，它比英语可难多了，但你说的溜着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母语啊。为何你的汉语就学得很好呢？啊，为何你的汉语学得好？是因为你用了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个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就叫做母语学习法。啊，母语学习法啊，那咱们先看右边这张图啊，就这么讲，你基本上从1岁左右就开始基本的啊张口说话啊，早一点的孩子，聪明一点的孩子啊，比如说像我啊，生出来对吧，2月就可以这个对吧，进行3种语言沟通了啊。那个 你不行啊，你可能正常需要花8个月到10个月，你可以叫爸爸妈妈，然后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3到4年，也就是5岁左右的时候，你就可以流利的沟通了。当然啊，流利沟通只限于日常对话生活，对吧？你让他讲讲被讲讲这个什么，对不对？跟你讨论一下这个什么什么技术原理，他肯定讨论。但是正常的这个对话是可以了啊，非常流利，并且是啊，你的父母可不是什么教授，也可不是什么，对吧？啊，语言专家。他就是正常的普通人，对吧？哎，他只花了3到4年的时间，就把你的这个汉语说得这么流利啊，对吧？你学了10年的英语，却啥也都不是啊，这就是方法用对了，事半功倍的一个结果啊。你的父母是怎么教你的？你回想一下啊，从你回想一下你在生下来8个月的时候，你还记得啊？记得，我记得啊，对吧？那时候爸爸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啊，咵就给扔了。Anyway，那个开玩笑，你爸妈啊，一开始对吧，就是他在教你，就跟这张图是一样的啊，对吧？这个先教你最简单的啊，拿着一张汽车，对不对啊？这个图告诉你，这个叫汽车。哎呀，你不会拼呢，你可能说错了，你说成什么机车啊？说成机机。对吧？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爸妈、你妈妈就告诉你，不对，不对啊，不是机机，不是机车，叫汽车，叫汽车，
不断的要求你重复，不断的要非常耐心的不断要求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了为止。你爸妈说对了汽车，他就再给你来个货车；说不对了货车，还有来个自行车，对吧？自行车，哎，这是自行车啊，自行车。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教给你啊。你回想一下，这么一个过程里，他提炼出就是怎么讲，它是包含哪些环节啊？我在这里左边给你提炼出来了。这个环节呢，包含输入啊 ，input， 就什么 input， 就是说你妈妈对吧，给了你一张这种图片，然后嘴里跟你说这是汽车，对吧？相当于这个对你来讲就是一个输入，他把这个信息输入给你了，对不对？啊，输入给你了之后，那你接下来要干嘛？啊，你必须要把它说出来，对吧？你必须要把它说出来。那所以呢，你干的一个事就是输出。你妈妈会让你说：“哎，你说这是什么？”你不说，夸一大嘴巴子啊，对吧？抽你啊，让你说，你说：“哎，这是机车。”甭管你说的是机车还是汽车，你都是在做一件事，叫输出 （output），对吧？输出。然后你说错了，对不对？你说成机车了，你说成机机了，然后你妈妈就告诉你不对啊，这个叫汽车，叫汽车。所以你妈在做的一个事叫什么 ？correction， 叫纠正啊。所以你是输入、输出、纠正这么一个循环，就来回的这样循环，你就把这个汽车逐渐的学会了啊。这个就叫母语学习法啊。你学会了这个，再让你学那个，再让你学那个 ，OK 吧？全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三个环节：输入、输出加纠正。你要想学好一门技能啊，语言也好，什么也好，这都是技能。那你必须要有大量的输入，就是要有大量的这些东西告诉你这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吧？然后还要有大量的输出，你就得什么呀？就得必须你自己得不断的大量的去练习，然后呢还要有不断的纠正，你练错了，别人要给你进行纠正，明白这意思吧？啊，你只有这样啊，你才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你才能把这个语言学好，你可以把这个语言学好 ，OK 吗？你缺哪个都不行。你说，哎，老师这样啊，我知道了，我就自己看着你这个啊、你比如说，就跟咱们这个学编程是一样的。我说这个学语言、学编程是一样的啊。那你说，那好，我就自己学这个编程，我就大量的输入。来，我到网上去找各种视频，找到啊你老男孩的视频或者什么的视频去看。看完了之后，你说，那我就自己去练呗。之前我光看了啊，我现在就跟着练啊，这个跟着练。还不够，对吧？你还缺一个环节叫纠正。如果你只是跟着练啊，跟着练这个，跟着做后面的作业，你说那我不就可以学好了吗？你如果能坚持下来，确实你可以学会，但是你却达不到学好的一个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叫什么呀？照猫画虎嘛，对吧？老师怎么写你怎么抄，对不对啊？抄这个，但是你抄的过程它不叫输出，它依然是输入。所以怎么叫输出呢？输出就是真正自己做老师课上没讲的练习和作业啊，把那个东西憋出来。你说老师没讲我怎么做，老师讲了这个要完成这个作业的所有知识点，但是就是没有告诉你这个作业怎么做出来，让你自己憋啊。你说你自己憋出来了，但是问题是啊，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编程世界里，对吧？你想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有20种方法，对吧？你想实现同一个功能可能有20种方法，哪个方法是最合适的，哪个方法是最正确的啊，最标准的，对吧？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所以你可能随便选了一条路，对吧？选了这条路呢，对吧？从 A 点到 B 点直线是最短的，对吧？但是你选的这条路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是意识不到的，对吧？啊，你意识不到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纠正的这个环节，你就是只在这两个里面循环，看到没有，输入输出，你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叫野生程序员。大家听过什么叫野生程序员吗？对吧？啊，野生程序员就是包括做运维也是啊，野生运维工程师。什么意思？这种野生的就是说到公司里啊，你可能能找着工作，但是到公司里别人一看你，我靠，你写的代码就一坨屎，对吧？就是我自己就是野生程序员啊，所以我深有感触，我坚决不招野生程序员，就是因为这种招来就是坑公司啊。我之前
我再翻看我2011年、12年写的代码，真的是一坨屎啊，一坨屎，就你都不想看。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实现功能就 OK 了，觉得挺好，对吧？但是你现在再回去看就很多。所以你到你的公司里之后，你的主管一看你写的那种代码，你连试用期都过不了，就直接给你咔嚓了啊，给你咔嚓了。所以必须要有纠正啊，咱们一棵小树要想成长，对吧？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有这个有工人环卫工人给他去修剪枝叶，如果不修剪，他会干嘛呀？这棵树就这样就长弯了，对不对？他修剪才让它能让它长得直，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啊纠正过程。好，这个是你学习方法里面输入、输出、纠正。说这么多啊，咱们路飞就是基于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来提炼出来的，咱们的一个学习模式叫学练改管测。这里注意听，叫学练改管测啊。看着动画，五毛钱的特效啊。那接下来给大家说，那这个咱们这个学练改管测是怎么讲呢？首先你要有输入，看着啊，咱们这个课程不是直播课程，是录播课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这个课其实比直播要好很多。很多人执着于直播，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是系统性的学一门大的学科，学一个 Python，学一个 Linux，这个是需要花很长周期学的。啊，它不是说让你学一个 PS，学一个什么小的这个小工具，那个让你直播个一星期，对吧？就全都学会了，那种肯定直播最好了。但是你现在系统性的学那么一个大的学科，它你要是想搞直播，你每天讲每天讲，你得讲6个月，没有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坚持6个月中间不出什么事儿，一直能全跟下来。那如果这样直播的话，你不如直接来线下脱产学就行了，是不是啊？那大家的情况就是说，哎，你都上着班在职，或者是对吧，在上学，你没有办法全职去天天的上课，所以你这种情况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一个时候，碎片化的学习你是不适合做直播的，对吧？你是不适合做直播的，你固定时间固定这么讲那么久，你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啊。所以就是搞那种直播的，听上去好像挺好，但是最后对吧，一个班50人，最后5个月之后还剩5个人，这种情况我们之前都试过。啊，所以我们果断改成了更适合大家学习的，叫录播加辅导加闯关式。啊，怎么叫录播呢？就加辅导，就是说我们会把课程精心的给大家录好啊，录好，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每个视频，其实可能背后都录了很多遍啊，因为对吧，你一次讲效果不好，就重新录成一个，给大家呈现的是已经我们认为最好的一种啊这个效果，然后呢，并且是高度提炼的，就没有什么太多废话啊，就是相比线下，它可能絮絮叨、碎碎念啊，跟学生扯扯淡什么这种，在线上就会少很多，所以就会比较干脆啊，比较干脆。那你通过线上的咱们这个学习中心这些课程、视频课程来进行这个什么呀？输入，大量的输入，输入完了之后你要干嘛？你去做输出，对不对？输出，然后也就是你必须要，咱们每一章都会有大量的这个什么呀？练习题和作业啊，都是你必须要做的。你必须要做，你不能跳过去。你说，哎，我看完这张视频，我就往下走。看完，no，你要做练习、做作业，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输出过程。你不输出，你是学不会的。那你输出完了之后，你的作业做的这个虽然功能实现了，对吧？但是这个合不合理啊？标不标准啊？专不专业啊？对吧？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纠正，需要纠正。所以咱们呢会有专门的这个什么呀？啊，作业批改啊，作业批改，咱们会有给大家配备专门的1对1导师，专门1对1导师干嘛呢？给大家进行批改作业啊。这个作业里面，对吧？你哪里写的有问题啊？哪里这个不太合适啊？对吧？他就会给你指出来。除了作业批改之外，就注意了，特别是到后面写的复杂的一个项目的时候，你可能一个小的作业，一个作业就让你写个500-600行代码。在这种情况下，导师给你的批改他不可能。虽然是导师给你很细致的批改，但是他不可能做到说给你这个，就你可能这个整个的框架就写错了，你这个对吧？这个整个的作业这个框架就是明明应该是往东对吧？你已经往西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重新给你写一遍，对不对？他只能告诉你这里写错了，但是你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最合适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重要的作业都会配备专门的作业讲解视频。讲解视频就告诉大家这个作业一步步怎么做起来啊，做出来的，对吧？你跟着讲解视频，这就是一个什么呀？也是一个纠正的过程。你就模仿，相当于是个标准答案，那意思吧？啊，这个是纠正。
你做完纠正了之后，接下来咱们其实这一章，相当于这一章里面都会有这个环节啊，先输入输出再纠正，这是一章啊，一章对吧？那这是一个小的循环。咱们课程，咱们的 Python 课程分十个模块啊， Linux 课程分为啊七个模块。那怎么讲，就是每个模块里面它是闯关式的啊，每个模块又分一到两个小循环，就是一章啊，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一章。那你这两个小循环都完成了之后，再接下来你这个模块就学完了。学完了之后呢，你就要进入下一个模块。下一个模块怎么学呢？你要进行闯关，也就是说你不能说自己学会就直接往后学了。咱们的一v一的导师会对你进行一个直播的，就是叫视频考核，一对一的啊，就跟模拟面试一样，对吧？他会问你啊，你这个各种知识点掌握怎么样，对吧？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甚至可能让你现场写个什么小代码，或者是实现什么功能。你如果真正的啊这个掌握了，他就会让你去学下一关。如果你不行，他会打回去让你重新复习，再等再约下一次的考核啊，就是这种严格的去卡你，对吧？这样一关关一关关，就跟打游戏一样，你能最终走到最后的话，你相当于游戏打通关了，那是不是就代表你真正有这个能力呢？咱们的导师在考核上他是不会放水的啊，有放水的你专门找我来跟我说啊，我们把它开掉啊。所以就是说你真正能，我们到最后就是按照企业的这种用人标准的水平来去考核你，你能达到那个最后的标准，那你就成功毕业了。这个就是咱们路飞的学习模式，有学对吧，有练啊，有改，还有管，对不对？还有测，是不是啊？同时咱们一v一导师除了给你批改作业考核之外，他随时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随时有问题可以问他啊，通过 QQ 通过微信，甚至通过电话都可以啊。这是这么一个学习模式啊，学习模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认清楚之后，所以通过这种学习方法，对吧？因为路飞是基于那个母语学习法提炼出来的，所以你按照这种学习方法你是肯定可以学会的啊，肯定学会的。但是我告诉你的学习方法之后，你要去做，对吧？你要去做，也就是说你不是说有了方法你不去做你就能学会，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呢你依然要做到啊，坚持。坚持什么呢？你平均咱们六个月啊， Linux 五个月， Python 六个月，你要平均每天两个小时学习啊，一个小时学视频，一个小时做练习，平均下来你要能达到这个，你就在六个月能够成功毕业，明白吗？啊，并且第二，你要按咱们推荐的进度学习，咱们每一个模块每一个章节的作业啊，都会标注你应该在什么时间之前交上，你要尽最大的努力按照这个去完成你的作业，明白吗？啊，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进度啊，最合理的一个进度，所以就会比较整体是比较紧凑的，比较紧凑的。送大家一句话，狗有恒啊，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暴食日寒。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是你要真要坚持，不一定非得说哇这个每天干到晚上凌晨一两点学到啊，对吧？早晨六七点五六点钟起啊，不需要这样啊，不需要这种，对吧？这个感动了自己的方式啊，你只需要正常每天两个小时平均下来就可以六个月啊。然后最无益的是什么，对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对吧？今天兴趣夸爱学一天，明天过两周啊再也不动这个课本了，你这种是学不好的，所以你平均坚持每天两小时就可以了。 OK，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正确的学习姿势，对吧？正确的学习姿势啊，看视频做练习啊，交作业考核啊，这种循环，一个模块一般是两个小循环，一个大模块 OK 吧，一个大模块就是一个大循环。 OK， 这个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感谢你的收听。最后大家就是我这个什么过气网红的这个履历啊，这个可以大家看一下。同学们，我在这个行业里啊，甭管我其实一开始是从最底层的技术底层的网管开始做起，做了10年左右，从这个做过运维，对吧？又转到
自动化开发又转到纯开发做的架构师，啊，所以这个技术各个岗位都做过，所以呢，咱们怎么讲是可以有很多共鸣的啊。你如果啊在学习过程中或者是什么职业上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这个微信啊，家传秘方，治疗各种程序员脱发疑难杂症，包括你对咱们路飞学习过程有什么建议什么，你可以都可以直接提给我啊，都可以提给我。总之，最后。我希望大家在路飞的学习是愉快的，是有成就感的，是有收获的，OK 吧？这如果真的是你6个月对吧？学完了之后，你学完之后通过这个加薪了，找到好的工作了，那我们觉得就会非常的欣慰。OK，good，那现在你就可以开始学起了，拜拜。